是9月24日星期四，刚旅游回来，那今天10点多呢，终于抵达我可爱的家园。那回到农场之后呢，首先呢，当然就要好好的去看一下我的一些植物啊、动物啊、这些伙伴们生长的情形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准备下去巡逻一下，那顺便也帮所有的蔬菜呢浇浇水了。OK， 我要出发了。那我们现在先看到的是盐叶莴苣，长得还不错，因为我底下我跟它放了水，让它可以撑比较久，所以说这一次的盐叶莴苣苗，长得不错，它的叶片都长出来了。那这边是另外的北葱、辣椒，还有这个香菜的部分，也都存活率都还蛮高的。很感谢这一次老天爷的帮忙，太阳可能是没有很大，所以他们才可以存活。好了，我先跟他们浇浇水，以后呢我就要下去咯。这是泥煮的野姜花，那这个花园里面呢，这野姜花也是经过护理的。野姜花本来被山猪都啃光了，那经过一年的护理以后，终于重现它的光鲜亮丽的花儿。那这个呢，其实也是经过一年的护理以后，才长大的。所以说很多东西呢，都是需要经过护理才有办法的。OK， 那我们现在要再进行到下一个地方去，看看我们的其他的植物长得怎么样了。OK， 走咯。我们持续来观察一下这个木瓜。这个木瓜是我们一开始就已经判定它失败的。那它在下面呢，已经重新长上来了，但是它原本的主干上面呢，看起来是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，因为它的水分供给呢，应该是已经不足了。虽然它还有继续长，但是可能效果不好。那唯一能够寄望的就是看它的木瓜能不能成熟，否则的话，它可能又要从头开始生长。那有成功的呢，它挂果啊，长得都还蛮不错的，所以说一开始判定它失败，还真的失败。那这个是比较小的这一颗，看起来也还好，还有在继续生长，所以一开始判定它失败，其实就是失败了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，接着要去看我们的洛神。洛神这一边的洛神区呢，已经逐渐开始在开花了。那从这边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花朵。那它虽然长得慢，但是也陆陆续续开花。现在就是让它开完花以后，看它结出来的果实是不是比较大。如果它结出来的果实还是很小，那可能我们的留种就应该算是比较失败了。OK， 好了，我们再往前去看其他的咯。这是我们丝瓜区。那丝瓜今年也是很奇特的现象，到现在为止呢，它才开始莲花节它生长的变得非常好，而且开始开了很多的公花，那当然有母花。那这也是今年气候给我最大的提示，就是其实很多的植物可能在时序上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。那这是丝瓜的部分，那也还好，还有继续在结果。这一颗今天又看到了有一个丝瓜，正在结果之中。OK， 我们再往下面咯。这边是我们的所谓的百香果区。那今年我在这个区块里面总共多植了四颗百香果。那希望它长得好。那这边我们也发现有一颗小小的百香果诞生了，
等一下还是要去跟他套个袋。那其实他陆陆续续在开花，所以陆陆续续都还是会有百香果的诞生。所以你如果想吃百香果，那就你要认真的找寻这些小小的花苞里面是不是有结成百香果。如果有，那你就要记得去给它套袋，那你就可以吃到一个比较完好的百香果。那旁边呢，当然是比较容易套袋，因为比较容易发现。那比较难发现的地方是在中间的部分，它如果结果，那你就要在底下呢慢慢找才可以看得到。好了，这是我们的百香果园区，可能还有几个需要套袋的，我要进去里面找一找，然后顺便帮他们套套袋了。Hello， 这是我的空心菜区，因为没浇水，所以都有点枯了。那前面这个是我的辣椒，辣椒比较抗旱，所以还好，继续挂果。那这边的盐叶莴苣呢，可能就惨了一点，因为它需要比较多的水。那我们这边因为没有水给它，这几天没有水，所以它可能比较惨一点。那青椒啊什么，都一样，但是辣椒倒是还好。那这边我们这里看到的是，我们的苋菜。那苋菜呢，比较冷凉的地方呢，长得就比较好。那像这边呢，比较干旱的地方呢，其实就长得比较差，甚至于辣椒，都阵亡了。所以说，种青菜，这个农夫还是没有办法，跑出去玩的。跑出去玩回来以后，就面目全非了。OK， 我来收拾一下，我们的辣椒，采收一下。那我们就要回去，因为我的丝瓜盆好像倒了，那等一下是不是要去给它整理一下，要不然这个丝瓜盆可能就毁了。 OK， 我们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，今天的菜园形式就到这边了。